嗨，老朋友。嗨，老朋友。好累哦。于彤。大家好。让我再听到更热烈的尖叫声。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你邀请我说，你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还蛮打动我。怎么说？因为你说有可能这一场是，怎么是我在问邀请？这一场是？你说好像你觉得有不知道下一场是什么时候？一场演唱会它需要多少事情的累积，还有多方面的一个促成才有办法。你要讲这些，你有一句很重要的话、啊。我就是跟他讲说，因为我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五六的演唱会，那我觉得每一场我也都很珍惜，把它当作最后一场。然后我就希望，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场，我希望他可以一同参与。很感动耶！我希望不管怎么样，不管这是不是最后一场，但是我都希望这个回忆是会一辈子都放在我的脑海里。对不对，好朋友？嗯，会。你会觉得很尴尬吗？你说刚刚那个我在台上跟我讲，不会，还好。好玩吗？还蛮好玩。雨桐今天漂亮吗？平常漂亮吗？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应该都蛮开心的。嗯，能够跟你一起共舞，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你还要喝水吗？要不要再喝口水？好，我再喝一口。欸，男生要贴心一点，懂吗？不要傻傻的自己就拿起来就喝了，然后你看他，他看你。当然是要先问他要不要喝，然后呢自己再喝。哇，你真的是贴心在这些细节耶。好。我付出一切。